八箭头光外的两房单位，最远望到九龙站 ICC 前方是正在发售的南昌站会晒。冇错，呢度咁开源嘅景观，一定上到中层先至望得到。十零楼顶尽系望楼下兴建中嘅公园同埋公屋景。呢个系西九四小两房屋苑，系最远离荔枝角港铁站嘅碧海蓝天。入屋感觉阔落，因为小玄关旁边设落地大镜，扩大饭厅位之外，开放式厨房都拉阔视野。呢度改造一个小吧台，而雪柜、洗衣机都收纳妥当。厨房窗帘同饭厅窗同客厅形成对流，都是碧海蓝天女字厅的独有特色。字厅咧就虽然个景观咧就系凹咗去啊，咁但系咧佢个厅咧系会有个对流窗，同埋洗手间咧系明字有窗嘅。直厅嘅单位咧望出去景观咧就比较开扬，不过咧佢嘅缺点咧就系个洗手间面咧就冇窗嘅。走廊直行系洗手间同两间睡房，洗手间大致保留原装交楼标准。虽然浴缸旁边有小窗台，但可以用嚟放淋浴用品。对外仲有一截向外推嘅大窗，唔属于黑厕里边，值得一赞。属于碧海大两房开遮，睡房房门打对角咁摆，厅边房唔算逼仄，靠门口幅墙身做到顶衣柜之后，都有位可以打横放单人床。主人房更加宽敞，尤其接近横跨整个睡房嘅转角玻璃窗，直接引入室外景观。單位就外望就開揚市景啦，咁亦都望到咧將來咧會即將落成嘅一個公園。咁彩藍天嘅單位咧就主力都係望翻樓景啦，同埋一個嘅本身屋苑嘅內園設景咁樣。主人房原門口設貼長大衣櫃之後，四六尺床至中仍然可以做到三邊落床。